好多朋友都说我们要入住新房，入住这个新房是炒作啊，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？做人咋就这么难呢？是的。哎，这多外边。你说多？别，那把不要脸主任看那啥，非常昂高。宝宝，别动啊！一会儿放这边去。放那行了，宝宝，来找妈妈。今天来我们镇上看一个床嘞，都说结婚那个床不能往外边挪，人家都不挪了。1米8乘2米。收拾一下就可以搬到这里了。其实丹丹和鹏鹏都是不善言辞的人，相信我们的人是不需要我们去解释的，不相信我们的人，不喜欢我们的人，就连我的呼吸都是错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大家再见。